员工们，你们都带狗带宠物了吗 ？I'm tired。哎，他这个领导的政策，他真的就是，怎么能说呢？就是让基层啊苦不堪言。我制定的规则就是所有人必须放松，然后有一个家的氛围，然后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，每个人都要带一个宠物。 啊，这是一个大大的要求。对啊，我到哪儿给你变一个宠物去？就想办法嘛，对吧？今天带了个新朋友来上班啊，上班了，走了。我听说有很多同事带了一些不大能带出来的宠物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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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这只狗也太可爱了。我就不想录节目了，我要回家专心的养它。 我们的宠物会不会有谁的宠物正好喜欢吃另一个人的宠物啊？最后就剩一只宠物，对，一个食物链，最后至少会剩下一只宠物。这儿，多多这儿，走了，好可爱啊！我一开门你别跑出来，它叫啥？你那个？它叫多多，多多应该是丢丢的好朋友，它叫丢丢，丢丢。 呜、哦，你带啥了？我带了些宠物的零食，然后带了一盆绿植。我家里除了我之外，唯一有生命的就是它了。还带了个恐龙，恐龙，这是我家里最像宠物的了。多多，快把那恐龙咬死！你就像喂它的样子，你要把它喂它一个恐龙是吧？怎么样啊？它叫啥？无花果啊，果果来。 看它，它太可爱了。到新家了，哎，呀，哎呀，谁来了？再来啥了？我的宠物在这里面呢。它现在可饿了，啊、那可得离我的小鸡儿远点。走了，豆豆吃小鸡儿喽。哎呀，你不要太馋，哎，你别老缠着我们可。 走，我们去看看你的小食物，小鸡儿。这是小鸡吗？怎么这么？这是啥？这不是白斩鸡吧？白斩，什么品种？这个鸡叫芦丁鸡，然后一只叫阿珍，一只叫阿贵。哇、哦，哎，出来了，看，别让它摔着，它应该摔不着哈。它唯一担心的就是不要被猫吃掉。 你把它放外面，它不会跑了吧？它会飞，它只会飞几米，特别像。哎呀！猫呢？让它走远点，我的鸡飞了。猫没在这儿。哎，啊！救命！啥？你的鸡？抓鸡啊！朵朵，好了，真的是鸡飞狗跳了，现在。是的。朋友们。 快来抓鸡了！来，我的宠物哈！太好了，我的猫饿了！哦，猫饿了！哎呀，你这个是不是中午打算跟我们吃了？这是我的宠物，怎么能吃呢？你这水也太少了！现捞的你！你看，这是我宠物的一些配套设施。别踩死！哎呀！我回忆了。 我这个飞的还挺高哎，啥玩意儿跑的？萌萌的鸡，就别踩着了，小心点，别踩着了。哦，终于抓住了，赶紧给它关起来吧，这太危险了。怎么没有人问问我宠物的名字是什么呀？你宠物的名字是什么？糖醋啊！我以为叫红烧来着，原来是糖醋鲫鱼啊！哎呀。 哎呀，领导，哎呀，姗姗来迟了，有些啥这是？你这个鱼有什么用啊？我今天是什么主题？我就问问。婚恋主题，你们就看看我这个鱼，每一个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。哎呦，对鱼啊！对鱼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我那一个不够，他这都是一顿一顿的。我们是最后来的吗？哎呦，嗯，哎呀，哎，我们已经是最后来的了吗？你带了啥？这是屋里鬼鬼。 你们怎么都带了这样的宠物啊？宠物呢？啊，你带了啥？啥玩意儿？宠物啊，这不是宠物吗？我还有一个会跳街舞的，这是个扫地机器人是吧？这扫地呢，搁这不满意吗？我还有，喂，你是去了一趟义乌，买了一些宠物回来。 你都套圈去了吧？你那我很有诚意，带了三个宠物。你干啥呢？这玩意儿啥呀？还不是我恐龙呢？你还不是？你俩可以结伴离开这个公司了。新鲜了。我觉得我们这是我们宠物分成猛兽区和可爱区，还有实用区啊。兄弟们，我先把我的宠物放下冰箱啊！好，你们带的宠物我非常满意，咱去楼上开会吧。今天是这样，现在还只有我一个主任，这是不对的，我们还要选出一个副主任。哇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对的。 因为我们这期是婚恋主题嘛，所以我们选领导的方式，我也就是想了一下，先结婚。嗯，那就是主题就是大家画出心目中最好的爱情的样子，然后不许互相抄袭啊，不许看。您给我跟志胜准备的颜色有点多了，快画吧。爱情的样子，你懂吗？你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样子吗？我这没有见过，你就交张白纸上就行了。爱情的样子就是白纸，不是你的爱情现状，是你心目中。哦，我跟你说，越是没谈过恋爱的，对爱情的幻想越会热烈精彩。画吧，您可真懂啊！ 您可真懂呀，但是可真难为我呀，你可真难。爱情的样子，看得一清二楚，现在看最多就是扭曲了一点的，有个投射。哇，你这是哇，你这是培育心目中爱情的样子吧？就是有院子，有你，有宠物，是吧？真是，这已经是我绘画的极限了。你行的，你有天分，你这个起码能看出是可可。这是电影吗？对，